过去这段期间，其实大家非常的努力，也包括朱主席。那我想现在最重要是2月1号立法院马上要开议，也面对正副院长的选举。我想最重要，希望所有当选的立法委员能够团结一致，好好的在接下来4年监督中央的施政。国民党也必须更加的团结一致，持续的反思，想未来我们要如何重新让民众信任我们的招牌、我们的理念，同时怎么样能够为民众擘画更好的未来，以及赢得年轻朋友的信任。我想这个都是我们目前必须要来努力规划。